好，欢迎收睇今日第23集嘅台通股市，主题系金价大升避险，资金流入。我系主持人谭海森。大家好，我系郭老师。好啦，咁我哋讲今日主题之前咧，咁我哋报一报今日个股市先。咁今日个股市咧，恒生指数就随着上星期五啦，美股都有个相对大幅嘅回吐，今日亦都系裂口低开啦。咁係越走越低嘅，咁收報620.88啦，又跌咗400多點，成交都相對都幾大下，成1241.33億。咁喺中國唔係香港係跌到咁嘅情況嘅時候咧，但係中國內地咧反而其實就仲係好強勢嘅，上證都淨係跌8.44，深證就升142點啦，係破創嘅新高嘅。創業板亦都係升緊37點啦，1.68%，亦都係創緊新高嘅。咁好啦，喺呢個美股下跌，內地仲喺個上升反彈或者上升趨勢嘅時候，香港究竟會點樣行咧？咁啊，睇下郭老師點樣睇法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咁咧，我哋今日就讨论一下先啦。咁首先咧，就系嗰个港股啦。其实咧，佢就真系比较弱少少，其实都唔系比较弱，系直情系好鬼弱啦。咁你哋其实见到咧，以上证啦、深证啦，即系美中国嘅三大指数嚟讲咧，都系有一个哇好强烈，见到系咁喺度狂反弹啦。直情如果创业板就系做咗个破顶嘅动作嘅，咁已经去到之前嗰啲通道嗰啲顶部位置啊。咁可能有機會都開始要回嘅。咁如果你話至於美股咧，咁咧就望一望啦，就美股就開始跌啦，但跌之前咧都係 keep 住上升嘅。咁啊，唯獨是係我哋港股咧就唔跟嘅，就係港股就係跟一樣嘅啫，即係無論 A 股同埋美股都好啦，佢就係跟跌就唔跟升啊。所以喺香港個市場咧就要做一啲同恒生指數相關嘅股份咧，真係好困難同埋好悲哀。即係如果你譬如買啲A 股或者美股咧，咁好多時個策略就係 buy and hold 咁啊，坐喺度就 OK 啦。但係你港股就好難，你第一要識揀股票啦，第二你仲要盡量避咗啲恒生指數相關嗰啲股份，咁先至會係相對容易啲生存啊。否則嘅話咧，真係好困難。咁啊，或者我哋講下個恒生指數先啦。咁而家咧就講緊嗰個又翻炒。疫情啊，整個亞洲區咧今日都跌好多，咁最主要係因為南韓嗰方面嗰個新增個案啦，嗰個疫情嘅新增個案咧就多啦，感染人數多，咁啊令到有個亞太區有個恐慌性嘅情況出現，咁啊導致到咧整個亞洲區咧，咁除咗係A 股之外有啲升之外，其他咧都係跌得平平白嘅，咁而家我哋睇外围嚟讲咧，就美股嘅期货咁同埋欧洲咧都系跌噶啦，咁跌到个幅度咧都几大噶，譬如我哋而家睇一睇个道琼斯指数嘅期货，其实跌到去737.37啊，以个期货嚟讲，咁跌呢个2.5%，咁近来嚟讲都比较少见。美汇指数咧都系强嘅，即系而家喺呢个阶段里边咧，就个美元有强啦。咁然後咧個黃金啊、銀啊呢啲避險資產都強喎，咁就有一個咧唔係咁正常嘅情況出現。咁正常嚟講咧，就美元同埋個金咧係一個對立嘅狀態。咁但係而家咧就變咗咧就雙強啊，咁啊就比較奇怪。不過呢個時間唔會 last 得好耐。咁同埋我哋而家再望一望嗰個美匯指數先啦。我諗美匯指數咧就要睇個月圖咧，就有一個比較大少少嘅阻力咧，就喺呢條線嗰度。咁我或者我畫一畫出嚟啦，或者畫一畫出嚟呢個位同埋呢個位，咁啊做咗一個好大嘅頂咁樣啦。而家咧呢個頂部咧都非常之接近，咁啊大約係100.5元左右啦。咁如果佢真係升穿嘅話咧，就意味着呢個美元咧就已經離開咗呢個下跌嘅通道，咁可能會有進一步嘅上升嘅趨勢。咁我哋如果見到咁樣嘅話咧，咁可能咧個市會有一個更大嘅波動都唔出奇嘅。咁所以180.5元
左右啦，嗰、那個美匯指數，咁最好佢做撞一撞嗰個位，然後唔夠力再向下跌落去咯。咁如果佢真係撞撞個頂，跟住再向下行翻弱嘅話咧，咁我哋視為呢、這個呢一兩個禮拜嗰個調整咧，會係一個調整嘅幅度嚟嘅啫，唔係話一個大轉變方向嘅幅度嚟嘅。咁啊，暫時就睇睇呢個就係咁啦。咁另外我哋再睇一個黃金啦。咁黃金其實我哋喺好早好早好早嘅時份已經是不斷係咁睇好嘅，咁從呢個走勢嚟講咧，黃金之前去到1920啦，呢個係講緊2011年嗰個頂啦，咁呢個頂咧就有一個密集區咧，就大約就係圍繞住1500至到去到1700呢200蚊裏邊嘅，咁當其時講咧話破位咧，佢應該會挑轉翻呢個位嘅，即係其實我哋開始往黃金就叫你開始喺度吸納啊，呢啲位置吸納啊，呢啲位置再吸納啦，咁然後呢啲位置我跨住嘅都係有提及過嘅，要吸納嘅相對破位或者破形態嘅位置，咁如果你睇下遠啲個圖咧。我就做翻个阻力支持嘅高低位啦，咁下方咧就系、是、一个低密集区嘅低位，上方就系一个密集区嘅高位，咁而家咧就系、是、入咗一个呢一、這个位置里边噶啦，呢、這个好多年前嘅密集区啊，咁入咗嚟之后咧，佢比较难咧就会一飞冲天嘅，咁、那个仲顶位就系大约你预1790左右啦，即系你当千八齐头啦。咁我諗上下面呢就1500幾至介乎1600，上面就1800，呢300裏面呢好會挫嚟挫去住先嘅，我暫時有估計到。咁而家呢個時候呢偏向唔覺得會用一啲共鋼去做會比較著數啲，反而你之前儲落啲 ETF 繼續儲，咁佢會繼續行，可能行 range 啦，你如果當佢喺呢啲高位度高低，可能有機會就咁樣類似係咁樣行啦，你當。咁啊，一路咁啊行嚟高高低低咁样，咁逢低你就买啦，买一啲冇唔系太杠杆大嘅 ETF， 甚至乎冇杠杆嘅，当炒股票咁样，咁 OK 咯。咁直至到佢破位嘅时候咧，就会真正行一个好急嘅行情啦。咁即系1800破咗之后咧，佢会有一个好急嘅上升行情会出现嘅。咁啊，暂时有金都系咁样睇，咁都系跟住个 prediction 咁样走嘅。咁总之逢低佢一回到一啲，譬如你话条通道嘅底部啦，你就买啲，一路炒啲，炒啲，一路咁样 keep 住去炒，做一个长线嘅。部署咁啊会 OK 嘅，咁就算个即使未来个市真系调整完啦，咁然后就可能有一啲相对嘅量宽嘅措施，或者全球再放水刺激个股市又进一步嘅升势咧，咁又好，或者有一个避难个金融有个风暴有个崩盘嘅，亦都好啦，咁呢啲走势咧都系对金有利，咁都系冇問題嘅，最好就係繼續 keep 住就會 OK 咯。咁所以金啊或者銀啊，我哋都覺得係 OK。咁同埋我哋都有提過買銀嘅，咁銀咧就偏向係走落後少少嘅，但係佢而家都破噶啦。咁亦都係我哋有提及啦，呢個位我哋同同學講咧就係偷步喺呢度做嘅。咁夠膽偷步就係因為見到就金衝過上去咪追銀咯。咁金我自己本身都有嘅，金同銀我自己本身都有持倉咁可以供呢個申報咗先啦。咁我都係比較做咗一個長少少嘅睇法咁樣啦。咁暫時金銀都係覺得佢係會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出咗嚟啦。咁至於人民幣嗰方面，我哋都要望一望嘅。咁呢個咧就人民幣啦，我哋睇 CNH 先，離岸人民幣。头先同嗰个美元其实都相似啦，佢$18.5嗰个系一个阻力位啦，咁最好就撞一撞，就唔好再穿，即使穿你当个假突破就算啦，唔好再形成一个趋势。咁同时间呢人民币都系处于呢个位置，都系一个阻力位置嚟嘅。如果佢真系升穿呢，咁我哋呢意味着有一个更新或者更加大嘅波幅或者调整。咁所以而家都系要小心啲。咁总括嚟讲呢就啲市場裏面呢資金呢就因為有印銀紙啦，放鬆放貸啦，咁放水啦，咁其實係便利，咁導致到可能早前有美股又升 ,A 股又反彈，即使個疫情幾惡化都好，咁仍然有資金去投入嘅。咁另外呢就資金鬆動之餘呢，佢唔單止買股票，佢亦都係去買一啲避險嘅資產，例如係白銀同埋黃金啦，咁仲有美債都係嘅。咁所以所有嘢咧都一齐金股债汇齐升咧，就比较奇怪少少。咁将会出一个大嘅方向。咁讲紧个大方向就系可能系一个全球嘅金融大海啸嗰个 recession 嘅时间。咁我偏向估计咧喺特朗普
在任的期间呢，他都会运用到将来的子弹，现在的子弹用到用得为止，那来托住个市而不给他跌的。那这个特朗普经济，那我相信都是这样。那但是美国啦，那刚才讲过啦，那比如我们以道指为例啦，他由这个浪底开始升呢，是10月3号的去年的。咁一路升，其實冇一個比較明顯嘅調整，比較明顯嘅調整係講緊大約可能10%、15%。咁如果有呢啲10%+嘅調整咧，咁相對嚟講對後市唔係一件壞事，反而仲一件好事添，因為佢做咗個底咧，鞏固咗再向上行咧就會好啲嘅。咁而家我頭先我哋睇個道期都跌700多點啦，咁可能邁向緊下一個支持位，即係前底嘅附近啦。咁如果我哋睇美股個圖咧，就係呢個位咯，咁即係大概28,100咁今日都破埋添，望一望先啊，等等啊。喂，到了到了到了，这个是100天线，可能初步今天可能会做一做个底在这些位置，看看磨看顶不顶得住先。如果再顶不住的话呢，再下一步试呢，它就会试一个低位，就是去到这个前27,400至27,300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我想都好顶得住的了。那海森帮我计一计，如果它真的去到27,300，够不够 15%？看看啊、首先而家呢一步先啦，啊呢个28,200呢个位由高位跌咗落嚟几多？咁啊最低27,300系回咗7.4%，可能要6%都系未够10%。咁如果要跌10%，可能真系要意味再去翻呢个密集区，即系27,600嗰啲位。26,588，10%。嗱，如果有咁嘅10%嘅調整咧，咁就應該相對啲健康。咁從一個技術形態嚟講，我都就係出曬啲頂背刺啦，同埋呢度有個上升嘅通道，佢都真係穿嘅啦。咁今次個息路咧，就話俾你聽咧，就要有一個明顯啲嘅調整啊，冇咁快完啦，後抽完上去再玩過噶。咁輕輕講下，咁首先啲 MA 完全唔靚添啦，就係做咗個 set curve 啦。然后呢就三支嘅阴烛啦都係大㗎啦。咁然后呢就一口气呢就跌穿晒嗰啲移动平均线啦，啲所谓嘅支持都冇晒。咁同时间呢又有一啲顶嘅红叉出现咗啦。咁呢度出现咗红叉。咁跟住同时间又有啲顶嘅背刺，譬如 RSI 咁样啦。咁呢啲又系啲顶背刺嚟嘅。咁所以呢就而家都系可能啱啱跌落去第一步啦，咁做個反彈再跌，咁預期冇咁快調轉啦。咁個指數就講就大約未調完啦。咁但係咧喺呢個港股嗰方面咧，而家又係啲聰明錢咧就走咗去炒股唔炒市喎。我有冇補充啊？喺呢個外圍資金嘅走向方面啊，海生。冇啦，咁但係其實可以睇埋個 yen 咧 ，yen 其實好奇怪喎。今次如果你話避險咧，金啦、銀啦。美金又避險，但係 yen 咧，USDJP 啊，但係yen 反而係冇咗個避險嘅方向，唔知同係咪同個疫症有關係？因為好似蔓延咗去南韓、日本啊嘛，即係相對啲嚴重，連美國其實唔係好多。係啊 ，yen 同埋瑞郎都冇乜，冇喺呢一轉裏邊都冇乜話太大嘅分別啊，咁所以就已經唔係話失去，即係失去咗嗰種避險。即係正常嚟講，啲人係之前係借美元去做一啲投資啦，咁而家你有危險就要還翻美元啦。咁佢又借 yen， 對唔住，成日調轉咗啲方向性嚟講。咁所以呢個暫時我諗都可能又有你頭先阿海森講嗰個機會出嚟，可能疫症啊，甚至乎有。个货币转弱啊，即系嗰个嚟紧东京可能要迟，东京奥运可能要褪迟啊，诸如此类嗰啲，咁我谂都系要观察多一阵间啦。不过如果你即系我哋关心嘅咧，就系可能系香港嗰方面，我哋可以讲下嘅。咁而家咧就继续炒股唔炒市，强嗰啲股咧仍然系继续强噶。咁我哋先讲下那个情况先啦。咁首先咧就呢两日开始咧就有啲南水北向咧就开始流出嘅，净套咗啲现噶啦。咁有啲净流出嘅钱啦。咁而家两边加埋大约就系60亿左右。咁系一个唔系好强嘅走势嚟嘅。咁偏向系有机会调整啦，同埋啲钱要 cash out 翻啲啊。咁我哋睇翻港股有啲咩板块继续升咧。咁今日咧就得意啦。咁啱啱收个市咧15点钟左右啦。咁铁塔咧就嗰方面就有个消息公布，咁中国嗰方面咧就话啦，而家要增翻呢个6至70万个铁塔落去，要加速啊！咁本身咧就我认为呢个铁塔咧本身唔系太受惠嘅，咁轻轻讲。
講下本身唔係咁，但係今日就改變咗個 structure。咁今日啲錢可能呢扎都係聰明錢，覺得中央已經要出招去做嘢。咁源於係中國鐵塔啦，788啦。咁呢間公司咧就係起鐵塔，大家都知道噶啦。咁但係起鐵塔咧入邊嗰啲邊個俾生意去，邊個揞錢出嚟咧？咁就係嗰啲電信商啊，即係譬如中移動啊、中聯通啊，咁呢啲咁嘅電信商嘅。咁呢啲電信商揞錢叫嚟起鐵塔咧，其實某程度上嚟講咧，就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支出。咁大家都預咗一開頭，如果5G開到出嚟嘅話咧，咁唔會係一個有個全覆蓋率嘅，因為5G。要做 5G 咧，佢比 4G 咧嘅基站咧係要多五倍咁多嘅。咁而家佢哋所做嘅咧就係有限量地投放，意思即係話喺原有嘅基站裏面加啲 5G 嘅設施。咁如果咁樣做嘅話咧，因為 5G 咧佢個 bandwidth 即係個覆蓋率咧係會短啲㗎。咁佢射程範圍唔夠多，咁變咗咧，你如果用5G 嘅話，就肯定係會收下5G 就變咗收 4G， 一定唔會收得暢順，同埋唔會用得多。咁正正因为咁呢，如果嗰啲电信商呢揞多啲钱出嚟搞好个 5G， 等个系统再靓啲，再完善啲同准确啲，我又要俾多啲钱。但係另一方面呢，中央又肯定唔会俾我啲月费收得贵啦，对住啲客户。咁所以佢只会係一个国家任务，俾佢哋逼佢哋做好大嘅付出而收获好少。咁原本我呢个諗法呢，就令到呢段浪里面咧个铁塔咧，即系五 G 讲咗咁耐啦，咁佢一路咁样垂落嚟啦，咁就基于呢个原因啦。咁但系近期开始咧做咗个反弹，可能一啲聪明钱或者一啲相关嘅人士咧就知道啦，啲内幕啊，知道中央可能要逼个五 G 上马加速。咁我有理由相信，可能国家会出埋钱啦，可能做补贴啦，咁可能导致呢段浪升啦。咁正正因为咁样咧，这个新闻其实都好犀利啊！佢系讲紧要加到。等先啊，将个铁塔咧加到560,000个呢度啦，个基站。560,000好似啊。呢度内地基站，如果真系落成嘅话，其实加咗咁多系好犀利一件事。咁你成件事呢个行业咧，就要重新 value 啦，即系本身呢个 downtrend 已经完咗啦，佢会完咗呢度做咗个底，跟住一路向上升，因为佢嚟紧会多咗好多订单，好多功夫要做。咁同大亦都会带挈咗，譬如长飞光纤啊，即系呢啲比较原始。早嘅相關嘅東西咯，咁點解嗰啲咩中興通訊啊，或者係中信通訊啊呢啲就係基站起得唔多都好啦，佢入面嗰啲通訊系統咧都喺原有嘅4G 基站裏面加上，佢都要用得着。但係788同埋長飛光纖咧，個概念就係要再起多啲新嘅塔，我先至幫到佢嘅生意咯。咁所以兩者之間係有唔同嘅，但係如果5G 真係確實咗啦，中央再確實咗話要加快力度，我唔理咁多，其實可以叫做大水漫灌。你見到60-70,000個站係講緊係大水漫灌懟落去，咁呢啲就一定會再受惠。呢啲係無論疫情點都好，因為因為受到國家任務嘅關係，所以亦都會有得諗嘅。咁所以呢個都要密切留意啦。可能今晚我都要做少少功夫落去，重新再 value 佢啦。即係本來呢個消息之前，我都當佢只會喺度磨嘅啫，唔會點升。咁而家唔會噶啦，佢即係明明。多了很多生意，你就要想一想它。咁呢个是5G 上面嘅谂法啦。咁另外咧就港股有好多咧就系唔更新啦。咁同市况相关嘅股份，咩恒生指数嗰啲股份，我谂大家都尽量呢排都唔好炒佢住啦。因为而家咧个概念系咁样谂嘅。你试谂下，如果中央继续放水，咁首先第一件事咧，佢就系喺个 LPR 嗰度喐啦，咁佢减咗10个基点啦。咁喺个5年期嘅长嘅 LPR 嗰度咧，就减5个基点。咁点解1个10 1个5咧？咁五就十就系代表一个比较短线少少1年期噶啦。咁如果你1年期你做生意做周转啊或者成嘅，你借钱你都好快会还得到啦。咁一般借到5年期、10年期以上嗰啲咧，咁除咗系楼房贷之外，我谂都冇乜其他。想法噶啦，咁所以咧就从呢个动作上面，你都知道大约系中央系偏向觉得我要搞活个经济，希望大家嗰个生意做多少少，咁你借钱做生意我欢迎嘅。咁若然去做一啲房地产，我就唔中意啦。咁中央偏向系咁样谂啦。咁另外佢就会继续会去做一啲放水啊，做基建啊，呢啲仍然系会持续去
刺激個經濟，因為而家大家都預示咗第一季嘅 GDP 一定係會跌啦，加上而家陸陸續續復工咧，其實都未復得曬啦。咁仲有好多係疫情受到累嗰啲咧，譬如啲消費啊，嗰啲概念嗰啲咧，都係會麻麻地噶。咁變相中央一定會繼續落藥啊，去做呢件事咯。咁所以你試諗下，如果你錢多咗或者去做一啲投放俾一啲中小企咁樣啦，咁受惠嗰啲咧未必係會去到一啲小市民或者成嘅。咁如果你股票要炒啲乜嘢啦，咁你就可以諗咗個 concept 就係、是，如果我可以借多筆貸款或者容易攞到貸款嘅，咁一係你就喺香港嚟講你借錢嘅，咁係咪第一嘅條件一係你就有抵押品啦？另外就是你一份好好的收入的證明，譬如你上班也好，那一定離不開這兩個你才拿到個漂亮的貸款。我想 國內其實都應該是這樣的想法，所以變相如果真的會借到錢的，一定是企業的老闆或者是、有份漂亮工的人。你可以這樣想，就是如果這些人真的要借到錢或者消費刺激消費的話，那會消費些什麼呢？個方向就這樣想。咁然後呢就大致上就仲有啲乜嘢講呢，咁五支就2342763788，咁大家可以留意啦。咁我今晚可能要做啲功課落去重新再 value 再諗下呢樣嘢。咁我諗大致上講個股票就係、是、即係個市就係咁啦。咁港股亦都係比較麻煩少少嘅，你都知佢就係跟跌就唔會跟升啦。呢啲全部都有碌落去啦。咁或者我可以做個 projection 啦。呢、這個框框裏面咧，佢點樣行咧，我就唔係太過肯定嘅，因為之前諗住佢會行多隻腳向上，做咗個高低小雙頂先跌。咁但係跌落去到26,000至25,500呢500點咧，係一個相當之我一定會開始考慮買貨嘅情況。因为如果你用个周图嚟望下啦，咁呢个恒生指数啦，我哋之前有讨论过嘅，呢度咧系跌咗40个星期，跟住反弹咗，唔记得咗几多啦，系一样嘅数嚟噶，呢个就反弹啦，咁然之后跌落去咧，呢个咧就二十，咁我哋预呢个最少咧都10至11左右啦，咁而家行咗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咁仲争4个星期啫，咁可能偏咗一个反弹再跌，咁跌埋去咧就完咗一个好巨型嘅三角形嘅调整咯，咁而个底部就系25,500至26,000呢个位啦，咁可能开始可以作为一个吸纳，咁到期时可能跳250天。周线就可能成为一个好强的支持，咁喺呢个指数掂到呢一个位，然后再向上咬之前咧，指数成分股咧，我系冇侵佢嘅，唔睬佢嘅。咁但系手揸住嗰啲仍然揸住，咁新报只只都新报啦，3662我系有持有嘅。咁即使佢今日有啲回，咁我哋都继续劈喺度。可能有机会咧，最坏咧就佢回多10%多先试。嗱，呢个我唔知道会出现啊，因为呢啲股票咧都比较乾，海心几多%乾，意思即系叫龟边啊。先啊，呢只望望先。咁我哋个海心稳紧嘅时候，我就继续讲啦。咁呢啲我偏向佢一回，我就持有啦，唔再作为一个无谓嘅出出入入啦。即系主要原因系因为而家喺呢个资金比较充裕，但系又有少少恐慌性，因为受到武汉肺炎啊诸如此类嗰啲谂法啦。可以避险嘅板块，除咗你啲金银铜铁石同美元啦、啊，或者系啲美债之外，你都可以选择俾投资者，亦都唔多。咁呢啲亦都系绝对唔会关事嘅个疫情。咁你回落嚟，即系无辜受拖累，反而系一个吸纳嘅机会咯。咁而且距离嗰个目标空间仍然系有唔少嘅，咁所以我就唔理佢，继续唔理佢啦。咁呢只我哋有持有啦。咁另外呢个咧，几度咧？江道就系、是、江道嘅70%咁多，即系70%多系大股东嗰度。咁呢啲我都系有丁堆啦，咁都照劈喺度唔理啦。咁仲有2168，我哋都有讲呢，呢个系第三个梯队嚟噶。咦，又出咗只深圳，等我再喐多次先。02168，唔介绍你，我今日系咪回咗啲啊？我见到头先跌咗好多下，跟住又回翻上嚟。咁所以呢啲都虽然佢嗰个技术咧，好呢个有几多个percent 嘅季变率啊？呢个 check 有冇？阿海心 check 紧嗰时，或者同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啦。咁如果一只股票咧，佢货源好季变嘅话咧，如果你夹硬将一啲技术指标或者技术方法摆落去咧，往往咧都唔通噶。即係有啲股票可能係講緊90%喺大股東或者係大股東嘅朋友自己有嘅身上邊咧，
咁如果你夹硬要用一个数浪或者技术分析嘅方法咧，就往往就系出事嘅。即系意思就系话咧，你不经意就出咗一啲沽售嘅信号，咁啊做到一个好似要走货咁而震仓，咁实质震完仓之后唔使好耐就仲要破高位，咁你会中咗呢啲陷阱嘅。咁如果佢太过我哋行内叫做好刚嘅股票，我一般就算啦，唔好理佢平喺度。咁加上佢仍然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啦。咁呢啲亦都系喺个市跌里边仍然有点样讲咧？即系唯一可以关注嘅地方咯。如果连呢啲都唔升嘅话，我都唔知个市调整你有啲乜嘢可以投资啦。即系如果大户嚟讲咁啦，或者系咁样，咁所以恒生指数成分股或者避一避，或者等一等啦。咁或者腾讯咧700，我哋都可以讨论下啦。好啦，补充翻168个，刚到睇下80%左右。80%，即系睇下80%左右系喺大股东嗰度。咁你谂下，即系比三号月更加系啊，更加光。咁腾讯指数相关度高嘅，咁亦都有腾讯控股啦。咁呢个亦都系齐浪嘅。咁呢个咧就我哋可以用一个 technical 摆落去。又系出咗个顶背驰咁啦。咁呢度有个背驰啦。咁同埋咧呢度咧就穿咗嗰条通道。同时间就三支阴烛收啦，一次过穿10天、20天，咁有啲唔靓嘅 signal。MACD 有红叉啦，又即系我一路数一路数咧，就系将嗰啲沽售信号唔好嘅信号 up 出嚟嘅。咁而家就开始就已经系实现咗啦。咁你预期佢都要继续调啦。咁腾讯控股咧，我谂大家咧都可以咧继续留意住嘅。首先第一个位370蚊附近咧，我嗰阵时我都应该要考虑噶啦。然后咧，佢真系再跌多啲咧，咁应该都系350，我谂应该就唔会再跌噶啦。350好尽噶啦，因为350蚊咧就系根据佢嗰、那个long gap 嘅 growth 咧，就有估计20% 啦，一般行内俾佢就咁20% 嘅 long gap 嘅 growth 嘅一个估值嘅低位。咁而相信亦都系比较大机会达到20%或以上嘅盈利增长嘅。主要原因系因为嚟自于其实佢系一个疫情嘅受惠股嚟嘅，咁佢就好即系屋企咧就打机嘅概念啦，大家都唔出得屋企，咁啊唯有打机咯。咁打机又想升叻玩叻，咁咪要货金咯。咁佢啱啱出咗连续两次嘅嗰个流水嗰个增长率咧，好犀利啊，犀利得好紧要啊。咁所以如果估佢全年个浪 gap 可以 sustain 得到嘅话咧，即系嗰个流水量啊咁啦，咁我估计佢嗰个浪 gap 嘅 growth 可能随时唔止20%，即系20%系有机会系一个叫做保守嘅谂法。咁如果系咁嘅话，腾讯肯回落嚟咧，你就真系要考虑佢，要谂佢咯。咁但系而家佢跌到来势汹汹嘅，咁我哋就希望佢跌多少少啦。咁开始做一个吸纳。咁啊，吸纳方面亦都系用一个分段嘅谂法咯，当我一个摆长少少咁。咁至于呢一个股市嘅跌势咧，我认为系一个希望系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少少嘅调整，特别系美股，但系又未去到一个金融大洗牌嘅市份嘅。OK， 咁啊，暂时个睇法就去到呢度。咁我哋有冇其他嘢要解答啊？开心。咁我哋可以解答首先 Facebook 嘅问题先啦。咁同上次一样啦，都会抽翻啲可能大家都会关注多少少嘅股票啦，嚟解答佢哋嘅问题嘅。咁第一条啦，要281336呢啲内险嘅中长线，需唔需要避啊？如果你冇货咧，就可以等一等先。咁而家佢行一个技术位置咧，就去到18点几，系一个好靓嘅技术位置。但系从个形态上嚟讲咧，一系佢弹完再穿，一系就而家呢口再穿咯。咁估值上唔贵噶啦，但系唔贵都好啦，因为佢受到呢个恒生指数或者国企指数相关成分影响咧。咁同埋内险喺呢个阶段咧，我成日谂住佢系会系反弹里边最后一波嘅反弹，因为所有嘅受类股都反弹啊嘛。咁弹到佢哋又好鬼弱喎个力度，咁又冇弹到最尾嗰只脚。咁我会建议咧就喺恒生指数未去到我头先讲嗰个 target 之前咧，即系个整个调整浪要十最尾个E浪个三角形个E浪要跌10个礼拜，咁而家行咗6个，仲有4个，咁即系话一个月啦，大约咁一个月内我都暂时唔会睬佢住，唔理佢住咯，等宁愿等咯，即系逢新恒生指数相关嘅东西，我就等大约一个月左右先至再考虑。咁样，咁我系咪答咗啊？咁1336同埋26280都一样啊。咁因为佢有成分股嘅概念喺度，几叻都好。咁而家市场唔炒佢，可能甚至乎要搵佢嚟呃咁咯。咁但系如果你有一个长线嘅谂法，分段买佢，而家我都觉得冇乜反对咁咯。OK， 跟住金银头先讲咗啦，跟住腾讯都讲咗，跟住水泥股啊，水泥股系点睇咧？9140、1313啊。
水泥股咧，我谂你随时都系有机会再一出出一啲国策去再刺激佢哋嘅。咁或者1313咧就比较系华南区啊，华东华南区少少啦，即系佢拥有嘅大湾区概念比较多啦。睇下佢会唔会做多只脚去前底个疫情附近做两只脚，我就会觉得买得上嚟就舒服啲咯。但系如果佢譬如中央无啦啦又再出招啦，可能而家一惊有啲事出现，咁可能就做一个再继续大力幅度放水啊，大水漫灌嗰啲情况咧，咁就可能有咗机会受惠咯。因为始终离唔开要搞啲基建啊成嘅，咁而呢一只嘅估值咧，亦都系有空间，咁距离估值嘅高位仍然系有空间。914都一样，不过914就又系有国企成分股嘅谂法啦，咁所以就未必会行得快咯。咁或者考虑下分住买，或者等佢跌多只脚落去先至。因为而家呢个位我都唔系太够强肯定佢跌完未啊。但系我如果系觉得个市要跌嘅话，咁我不如等，我自己又咁谂啫。如果真系等唔到，咁咪先买少少住先咯，分三住先买住先。咁如果再跌多10-20%咧，再买多次咁，10%即系等于50蚊，即系前底附近做咗个箱底，咁买上嚟就舒服。其实都有好多嘅观众喺度问紧啲之前我哋关注嗰啲物管股啊，咁其实即系而家都叫喺高位度咧，系咪佢哋都要等一阵先再介入定系点样咧？佢哋而家问紧。如果物管股咧，头先讲咗啦，咁我自己个策略咧就系、是、即系都有持有啦，无论第二三梯队都好啦，都会有啲持有啦。咁我个谂法就系佢回落嚟，我反而买啦，咁就唔太理佢住啊。因为其实啱啱即系同海森都 check 过，而家啲物管股咧好多都系都仲系好一个好刚嘅状态，即系其实佢都货源好归边啦。咁喺大户嘅角度嚟讲，佢哋仍然系一个有炒作嘅空间啦，有主题啦，有需求啦，有归边啦。咁你要佢大跌，我谂都系震仓居多啦。咁所以我就会 keep 住，反而佢一回落嚟有啲靓嘅位或者技术上支持位，我就会买佢咯，即系 buy and hold 为主啦。我想法就是好了，那我们刚才提过银价了，那然后有位观众呢就问一只香港的白银的股票叫815，一元买了等不等得这个名字叫白银，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个名字叫白银而跟着去炒，那你看看它是不是跟着个银价走咯，叠加，你等我一阵啊。摆埋落去先，近唔近啊？收走啲 MA 先。其实都唔算太近嘅嗬，系啊，或者睇个周可能好啲。唔算太近啊。咁呢只嘢虽然喺我有揦一揦过嘅，好似话真系做银嘅。咁但系如果买银或者买金，点解直接唔买一啲直接嘅相关咧？咁喺银喺香港直接相关嘅同有关系嘅系冇嘅。咁我哋就买咗一啲美股嘅 ETF， 咁我会 OK 啲咯。咁同埋呢一只咧，我哋放大个 volume 睇一下啦。在他未爆税之前每日的成交金额真的小到很可怜，80万成交，160万成交，那你怕不怕买了走不掉啊？明明我想表达什么，好像之前试过110万又有，然后这个低位又是90万钱的又有，那这些比较流通性不是那么高，同埋是不是真的跟个银是很大关系我就不知道，即是不要见到个名字叫白银就买白银，我会觉得这样咯。咁同埋如果要买白银的话，我与其要分析个白银之余又要分析一间公司得唔得，又要睇下佢刚唔刚，有冇钱入，有冇盈利，其实做多好多功夫。做咗之后你又未必会跑赢个白银，咁点解唔直接买白银呢？咁所以從一個市值上去低啦，咁、那個市值其實得個13亿左右，咁然後咧就流通性低啦，咁仲要再分析佢間公司，咁梗係我俾我嚟講，我梗係放棄啦，嘥我咁多時間。但係你如果你嗰、那個利潤，大家一段升浪裏面你升1%，白銀升1%，你升10%，我就考慮，但係唔係咯，咁梗係唔好諗啦，就係咁咯。好，跟住
哦，有個 general 啲嘅問題就係內房咧，內房咁而家即係中國經濟環境咁嘅情況下，會唔會即係有比較受到重大影響咧？長線投資仲係咪值得關注咧？呢樣嘢？長線投資我就覺得唔係好值得關注㗎啦，咁但係中線都 at least 啦，講今年啦，都仲應該都仲 OK 嘅。咁可能內房咧就而家首先就面對咗一個融資嘅問題㗎嘛，咁而家錢放鬆咗啦，佢就 OK 啦。其實你從上次我記得好似係澳元啊，定唔知邊間咧，就啱啱發咗個債出嚟，個息率係講緊3厘幾4厘，咁已經知道佢俾得咁低息，但係都有人攞咧，就變咗啲即係借錢容易㗎啦。從呢個角度嚟睇，咁佢借錢容易嘅話，就變相佢都仍然可以維持到咯。咁同埋內房咧就有個好處嘅，咁你譬如飲食業啦，係受到疫情嘅影響咧，咁你大家都唔出街食飯噶嘛。咁如果即使當五月份啦，完全好曬啦，零確診個案，全部人好翻曬，雨過天青，咁飲食業就唔會譬如我1、2月冇出去食飯，我唔會食翻1、2月嘅份量啊。咁但係喺內房嚟講咧，就可能有一個累積嘅消費嘅力量，可以個購買力又可以累積嘅。我1、2月唔買樓，咁唔代表我全年唔買樓喎，我又可以5月、6月買翻喎，咁咯。咁所以內房有呢個概念，內房反而你係要諗究竟中央會唔會暴力打壓？咁但係現階段佢冇能力去到暴力打壓啦，但係錢流唔流得流通得到，反而係考量嘅重點。咁所以我偏向會覺得就內房。调完是一个不错的买入机会，但是你要揀。第二样的想法就是内房呢就开始拿地那方面比较谨慎，或者会出现了一些拼购潮大食细，可能现在这么多只内房可能会缩一点，我这个暂时就估计咯。所以内房你揀一些仍然有土储有增长周转得快，再等多少少时间就可能是一个买入的机会。好，跟住咧，睇下先吓。好，嗱，咁近期就香港或者內地都好多人因為呢個疫症而出唔到街去打機啦。咁有人就問咗隻302嘅。哦，中手遊啊？立過一下，其實都因為佢呢只咧就有人提過，自己啲同學仔有提過302。咁我都睇過一下嘅。咁純個 tech 嚟講咧就靚仔噶啦，啱啱升穿完做個後抽，其實同埋個指示位亦都近啦。你如果而家呢一刻買咧，就又係手遊概念，咁然後用翻之前嗰支足底，大約係我諗3.2或者最保守啲用3.1左右做止蝕啦。咁距離而家都係3毫子10% 左右，10% 左右止蝕，佢行順咗呢度就冇乜。阻力噶啦，好快，因为跌得快咧，即系成交过嘅钱都唔多，可能一飙就飙到落去4.2咁样，咁所以其实有直播率倾，我觉得可以试咁，同埋形态做咗双底，同埋我拿立条数都真系有增长，不过问题系未计得出个估值住啫，咁可能要少少时间慢慢计下咁样咯，咁初步都觉得应该 OK 冇问题嘅，前顶应该可以嘅，如果用前顶嚟搏啊，4.4、4.5啊，而家输就输3毫，赢啊赢4毫，即系1倍10噶啦，1倍12噶啦，咁 OK 噶，可以谂啊。嗯哼，好，应该今日最后一条问题啦，就系、是有位观众买2018同埋2382啊，两只手机设备啊，系手机零件啊，手机股唔系手机设备股。是可以叫做手機設備啦，咁蘋果就都賴咗嘢啊！嗰陣時都想講蘋果，巴菲特減咗，巴菲特咧呢排咁查一查佢啲嘢睇，佢開始減嘢，佢減咗佢自己最中意嘅富國銀行添啊，仲要跟住其次就減埋只蘋果啦。蘋果就唔係減好多，不過蘋果唔係減好多，你要諗下，其實佢唔係買咗好耐嘅，佢好遲先買呢啲科技股。咁今年咧手機疫情咧就應該唔方好得去邊咁樣噶啦。所以手機五 G 相關嗰啲，反而我覺得就唔好諗住啦。咁再加上有陣時一啲零部件咧，我先唔講佢係咩牌子先。咁一間公司手機嘅公司，咁佢可能有20個零件商，你當20個舉個例咁。咁而家零件商做唔同嘅 pass 有20間，咁可能有一半交唔到貨，咁你部手機都出唔到嘅喎。佢要砌齐啲嘢先可以起到手机㗎嘛。咁呢个就影响咗个手机出唔切，就影响到其他
交得到功課嗰啲人都哇咁頭一批都未消化，我點消化到第二批？會有呢種諗法擺咗喺度咯。咁所以呢個咧就佢又好二三八二又好，我覺得就我自己就唔諗呢個板塊住啊，反而諗下睇下有啲乜嘢係國家會扶啊，疫情唔 Q 關事啊，咁嗰啲就可以 OK 咯。嗯，咁睇下先啊。最後一條咧，仲有位觀眾話咧9988啊，會唔會跌穿200蚊？哇，好啊，我係再買啊。呢個睇爆吧。最好佢梗系做个平台跌到嚟呢度啦，跌到落199咁样，即系200蚊左右啦。我去到200蚊，我会买咯。我成日答你，去到200蚊我会买咯。会唔会我答你唔到啊？唔知啊。佢行三季我都得噶嘛。咁但系时间视序上，我就偏向觉得系会有个颇即系明显少少嘅调整啦。因为冇一个似样嘅调整啊。个美股升到而家，我哋等呢个调整好耐啦。咁所以我哋应揸住嗰啲唔关事嗰啲就揸住唔理佢咯，咁啊等机会等佢回落去咯。咁我哋嘅做法大致上咁。咁如果去到200蚊咁，我梗系我都开始要留意住关注下啦。嗯 ，OK， 咁今日嘅问题就大概差唔多啦。咁应该都 OK 啦，希望帮到大家啦。咁记得大家要平时要睇我左下角啦，荧光幕里边咧就有个 Facebook 咁写住顾顾新威咁细佬嘅fan page 嚟嘅。咁有阵时会将一啲资讯性嘅发布，好似近排我哋发放咗巴菲特嘅持仓啦，揸住啲咩股加减咗几多，头先我讲嗰啲咧就喺里边嘅，你一定要like 咗你入咗去你先睇得到啊。咁所以你要去 like 啊，要睇入多啲。我成日要将啲唔单止系我自己嘅谂法啦，可能系世界级嗰啲。基金经理叻嗰啲佢哋嘅做法啊，或者系佢哋嘅持仓啊，或者系市场有啲咩突发事情咧，耐唔时我都会 post 下 share 俾大家，咁大家要 like 咗先至可以睇得到，咁啊，希望大家支持啦。咁今日我哋讲到呢度，开心。好，咁今日就喺度完啦，咁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就再见啦。好啦，多谢晒大家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